我是阿林，是一位地产经纪。我会遇到这样的遭遇，是因为我选择了这样的公司。哎，你没问我啊？当每一次要见老板的时候，我都很紧张，我很害怕，因为上天往往会安排另一个人俾我哋遇见。你望够未啊？你见到咁多好人咩？你做啱咗选择未啊？咩叫做啱选择啊？最彷徨的时候，是了，就是他拖着我的手走向希望的未来。就这样，我加入了这间公司。在这间公司里面，我同事不停地扣我东西，不停地鼓励我，不停地开会认识新资讯。我们同事之间合作无间，就要达到共同的目标。做销售方面，我哋尽量俾客仔有个最舒服嘅环境嚟选择佢哋最理想嘅产业。客仔嘅笑容永远系我哋嘅答案。细心讲解，就咁样客仔将个订单签咗落嚟。人总会有希望噶。我呢两百个单位就拜托晒你啦。唔错，我一定做更好嘅，多谢。团队是需要发展商给我们的肯定和信任，同时我们都要相信领导人的眼光。我们不是要做到最好，而是我们要做到更好。忙什么忙？没看过你兜踎啊，走啊！
做啱咗選擇啦。咩叫做更啱選擇？我就係更啱咗選擇。